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生命有咩益處咧？即係就算我哋賺得全世界，你食過最好食嘅嘢，我哋都食過好多啊！即係好食嘅嘢，食咗又去咗洗手間，冇咗啦。你可能即係坐過最靚嘅車，或者係瞓過最靚嘅牀，但係呢啲都過去，一切都過去。但係如果我哋能夠祝福嘅人係永遠存留嘅，我希望大家會話。即係我哋其實聖經神想我哋信嘅邊個神跡，除咗佢哋，唔係某啲人啊，唔係信嘅牧師啊，係信的人，任何人都可以嘅。神説喺末後嘅日子，我要將我嘅靈轎灌凡有血氣嘅。啊，《使徒行傳》一章十七節，神説喺末後日子，我要將我靈轎灌凡有血氣。神喺呢個末後嘅時代要興起好多人俾神去使用。經歷聖靈就係要去祝福人，你唔使驚話死啦！我去到嗰度俾人哋捉咗去。鞭打或者殉道咁點算咧？神會保護你嘅。如果你真係殉道咧，係有福嘅。你天上嘅賞賜咧係非常大嘅。咁你亦都唔會，即係我哋都會揀嘅，揀咩地方去嘅。即係你都唔係咁容易去會有殉道嘅事情發生，但係將來會發生嘅。但係我哋就話，其實我哋活咗咁多年，繼續活落去一樣嘅時候，係咪生命就係咁樣咧？即係我哋只能夠活一次嘅啫。但係當你渴慕神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好唔同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渴想神、渴慕神，同埋從個心湧出嚟，由個心嗰度湧出嚟。哈利路亞，好完全釋放嘅，完全輕省嘅，完全投入嘅，唔介意人點睇嘅，唔介意今晚要再洗頭嘅，唔介意嘅，唔死得嘅啲頭髮，啲頭髮唔會甩咁啲嘅。在個心裏，神啊，我俾神用，我祝福人，神就會更大祝福我，係咪啊？求神搞動你嘅心，神啊，我想係咁。嗱，可以我以前係完全冇呢啲事發生嘅，即係你睇到嗰人，哇，後生又飛起來，好似飛上嚟，即係佢自然覺得哇，成個人好似輕飄飄。亦都我試過兩姊妹喺電話祈禱，兩個都話好似飛起嚟，好多個，即係有啲話去咗第二個地方啊，咁啊，仲以為我唔知。他去了第二度，我不在度，即係真係神的祝福咧，係我哋想象唔到嘅。神一定會祝福提升我哋每一個。你願意嘅話，你唔好擔心恩高能力，唔使擔心呢樣嘢，因為神一定俾你。只要你嘅心願意，你肯放低自我，放低你嘅罪，放低你嘅軟弱、脾氣、怒躁、緊張、猛整、執著，放低呢啲。有呢啲咧，你唔能夠俾神大大使用嘅。你放低呢啲。你就神啊，最緊要我俾你用，最緊要我生命餘下日子唔係嘥咗。有冇去過墳場見到啲墓碑喺度寫幾時幾日，幾時出世，幾時離開世界，就過去啦。人生就咁過去。如果我哋未活到耶穌翻嚟，有一日你個墓碑都係寫咗幾時出世，幾時離世。但係如果你係真係，被神大大使用的話，你的生命就不再是只是在世上的日子，你的生命是會祝福很多人。我的心就是興起更多人在這個末後的世代，因為很多國家是 很辛苦 很困難的做基督徒，很多國家是很需要興起他們。雖然他們有基督徒，但很多基督徒是軟弱的。我們去到的時候看著基督徒改變，看著他更新，看著他出來軟弱的經歷聖靈，他就心裡火熱，又教導他，他都可以被神使用的。我希望大家相信你可以做得到。你跟隔壁說，你靠著聖靈你都做得到的，你靠著聖靈可以做得到的，不是只是牧師做得到的，你都可以做得到。當你開始做到的時候，你會很不同。其實呢，如果你有這個心跟我們去宣教，因為有些即日短宣的嘛，即日短宣你去操練的時候，你做做下呢，第二天有些日子我們給你自己去，那你就多些機會操練了。你去到的時候，你自己幫人，你又看著他改變，你就會更加有信心。當你做慣了這些，你就可以做更大帶領的聚會。我第一次即是帶領聖靈聚會，我經歷聖靈之後，我為很多人按手祈禱，但是未帶聖靈聚會。有什麼不同呢？通常就是一個聚會，為他祈禱，講道，跟著祈禱，按手，就是這樣的。但有一次我忽然想，我記得那些
聖靈恩膏聚會嗰個牧師點樣帶成班人火熱。咁我就試下咁做，當我咁樣做嘅時候咧，成班都真係更加火熱，經歷聖靈更加強，更被神去更新。咁我就喺嗰陣時開始咧，就有呢啲咁嘅聚會，好似啱啱開始第一個影片開始嗰時咧，佢就圍住個圈啊，圍住圈一路咧，一路喺度讚美神嘅時候咧，我有隻喜樂，跟住佢就哇即刻就充滿喜樂，即係神咧就係咁好嘅，希望大家渴慕。學想，當你有嗰時，記得翻屋企嗰時喺個路上點啊？喺巴士上點啊？一路保持，唔好過咗三日、四日、一個禮拜之後，點解冇咗嘅咧？係一定會冇咗嘅。但係你一日去保持，你就會日日都有，並且加強日日日日用長嘅時間，尤其即係你如果你嘅時間係有即係有足夠時間俾你可以祈禱嘅，你就享受神。又係享受神，祈禱好重要就係學享受。咁你祈幾耐都唔緊要噶啦，哈利路亞，享受神。咁你就會能夠留喺神嘅同在好長嘅時間。咁嘅時候咧，聖靈嘅同在喺你身上就越加強噶。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。邊個願意啊？俾神大大使用嘅，俾神大大使用，唔好停留喺一個淨係成日俾人幫助嘅狀態。神啊，我要祝福更多人。你估你可以起碼幫到幾多人咧？十個得唔得咧？一定得。一定得啦！一百個得唔得咧？得。得嘅喎，但如果你冇興起咧，哇！一百個人啊，好難喎，係咪啊？但係你有聖靈充滿嘅時候，你一個聚會可以興起一百個人嘅喎，你可以好快脆。你諗下一個聚會，或者五十，或者幾十，跟住第二個聚會，哇！又幾十、幾十、一百咁一路成長嘅時候，好犀利喎。所以我諗下，到底我為過幾多人祈禱咧？我都唔知道有幾多，可能係萬計嘅，即係去到幾多萬咧，我又唔知道。即係你都可以嘅，我希望大家有呢個心。一個未聖靈充滿嘅人，你係始終幫嘅程度係少好多嘅。但係當你有聖靈充滿，係好大唔同嘅，係咪啊？因為神嘅心意都係有神嘅話語同埋有聖靈嘅，都係保羅自己講嘅。我説的話、講的道，有説的話、講的道，唔係用智慧委應。嘅言語乃用聖靈同埋大能嘅名證，有聖靈同埋大能嘅名證。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，我什麼都不敢提，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，用神蹟奇事同埋聖靈嘅能力叫外邦人信服。即係都係講到有言語同埋有聖靈嘅作為。當冇聖靈嘅作為嘅時候，你教導嗰個影響力係冇咁深，又冇咁快，又冇咁入心。嗰個改變又冇咁大，佢又難於興起，佢又難於服侍。但係當你有聖靈充滿嘅時候咧，佢嗰被使用嘅程度係會提升嘅。你興起一個人，嗰個人願意俾神用，嗰個人就可以發揮好大作用。譬如帶我信耶穌嗰個人咧，佢又從來都冇諗到佢帶我信耶穌咧，就係我會祝福咁多人喎。咁呢個就係神可以使用一個人可以祝福好多好多。我希望大家個心放喺呢度，神就會大大使用你，好唔好啊？哈利路亞！我願意今晚要放輕省，完全嘅放鬆。哈利路亞！感謝主。